非逼我动手，小二，哎，客官，说说看，怎么回事？这几位爷停了一口棺材亭在后面，抓了一位郎中回来，非逼着他把棺材里人救活。这位郎中也真是有趣，说他救人需要一个条件，得让他家狗掉入上上签才可。这人又不是神仙，怎么可能把死人救活呢？ 这位兄弟说的没错，人若不讲道义，和畜生有什么区别呢？嗯，臭小子，你什么来路？竟敢管烽火堂的闲事！我是什么人？百川院王。误会，误会呀，都是误会。原来是百川院的兄弟，在下不知，多有得罪。 只是我们烽火堂也并不犯事，不知百川院为何非要与烽火堂过不去啊？以多欺少，不公；以有武欺物，不义。这不公不义之事，我们百川院的人自然是欲一见管一见啊。哼，说得好，说得好，小兄弟，你是邢探是吧？ 那你来的正好，你来的正好。他们杀了人。嗯，杀了什么人？你快点把他们抓起来，快说，什么案子？跟我走。等等，小兄弟，既然你这么聪明的话，那一定很清楚什么事情对你是最有利的。如今这个灵山派的掌门已经被杀了。 我可以帮你断案，把你通过百川院的考核，让你爹娘也再无话讲。你怎么知道？我怎么知道？你没有正式被录入百川院，对吗？要是百川院录入你了，那你应当有自己的行牌呀，是吧？又怎么会偷拿别人的呢？啊，下次。 注意遮挡点。我上次见你的时候呢，你鞋袜干净整洁，可现在却蒙灰深沉，大少爷连茶水都不愿意将就的人，现如今几日都不更换鞋袜，想必你是囊中羞涩了吧？如今你又把自己的玉佩当了一些，可见你爹娘不支持你做刑探，所以你是偷偷的溜出来的。那百川院呢？ 向来对朝堂敬而远之，佛比白石又不会轻易的接纳你，于是你想了个办法，就和百川院佛比白石打了个赌，破几个案子再进这个百川院。灵山派掌门七窍登仙，也就是你的第一个案子，所以你才来这里的，对不对？你怎么知道灵山派掌门被杀了？你也参与其中？ 你忘了，这灵山派掌门死的时候，我可在烽火堂那些人的手里啊。只不过呢，这灵山派的掌门之前呢，曾经向我买过一些补药，也就是补身体的那个药，一直拖欠我的银子又不给。你想一想，连五两银子都拖欠我的人，又怎么会舍得了这万贯家财去登仙呢？ 我看你现在也很窘迫，不如这样吧，我把你破案，你放我走，如何？谢谢你提醒我。没错，这百川院确实尚未录取我，不如就拿你这个假神医来当投名状吧。哎，哼，我封住这两个学，寻常根本解不开。你休想要逃。至于这王掌门是不是被杀的，我自己会查。 还轮不到你这个巧言令色的假神医替我帮忙。果然在这儿，你们两个去到房间看看，有没有其他证物？嗯，正所谓山水有相逢，做了亏心事，溜是容易，可再遇见，岂不是很尴尬？哎，王少侠。
是这么回事，我呢着急启程北上，没顾得来你酒醉未醒，有不周到之处。来，不妨我请你吃个冰镇西瓜。本少爷不爱吃瓜。李神医，你这么着急走，是因为朴二皇吧？跟朴二皇有什么关系啊？这上了锁的柴房，你是如何进去的？是这么回事，方少侠，我呢看到朴二皇一直在惨叫，于是呢逼着人心，我就进去瞧了瞧，看了看，还顺手撬了个锁。那多多少少有点技能呀。啊。编的还真是顺畅啊，只可惜你走太匆忙了，也没确认人家朴二皇死没死透，万一还有机会开口呢。哎，方少侠。我去趟厨房啊。你去厨房干什么？你去厨房脑子转得快。这地上还有那天留下来的血脚印，来，过来看看，我也让你看看血脚印。让一下。没压迫，没损伤，这不是被鬼手掐死。望湖确实是被掐颈窒息而死，而玉秋霜却不同。看到没有，有血块。这是腹部受伤了。看来这鬼好整力，不过血块积存这么久还未被排出，这么看来这个玉秋霜早就已经死了。还有一处不易察觉的死，看到没有，这第二处直击心脏的金针。金针？这金针和掌伤，这两者伤岂不是自相矛盾吗？还算聪明，掌是近战，针是远攻，若以重掌何必在旁边补上一针呢？若从远处一击毙命，则没必要补近处一掌。这其中呢大有矛盾，而且你不觉得这太重了吗？确实，传说中的玉秋霜武力平平，以他的本事不需要有这么强的方式杀他两次。凶手杀望福只是为了让玉秋霜被鬼所害，看上去更像是真的。若不是玉红竹及时赶回来，玉秋霜的死因就会被推到鬼身上。望福死得好远，非要说有鬼呢，那便是有人在装鬼。是不是你搞了鬼？啊？我能搞什么鬼啊？你知道旺夫来了你的房间，所以你用邪术杀了他。方少侠，我能理解旺夫之死你心里很难过，但是你不至于把这个罪名栽赃给我呀。你可是药魔，起鬼的手段多得很，若真有冤屈就跟我回百川院调查清楚。如果现在离开，你家旺福就白死，他胫骨折断，明显是被掐死的，刚刚我就坐在你的对面，我有什么手段能够隔空把他给掐死？方少侠，你要是再这样浪费时间的话，凶手可真的要逃走了。少爷，你不能相信他的鬼话，一定就是他。
灵儿放心，不管凶手是谁，都需要证据。若凶手真是你，我定会替旺福报仇。我现在给你个机会，凶手是谁？这个我真不知道，但一个小厮莫名被害，说明他只是一个影子。但只要我们顺着这条线继续找下去，那么就一定能够进入正题。李莲花，你没事吧？啊，别激动啊，放心吧，我没事，逃命我还是很擅长的。这死东西武功这么强。对了，那小东西呢？人呢？走了。走了？嗯。那观音锤泪呢？赶紧追啊。哎，别激动别激动，你这个伤都还没好呢。都说了被他带走了，这个臭小子他处心积虑呢谋划这一切，其实啊就是为了治病。于是呢，我就用这个观音锤泪换他一辈子不再作恶，他自然也就同意了。就这么简单？一点都不简单，为了说服他我口都说烂了。不过那个臭小子好在也是一个重诺之人，就是有点不太礼貌。那你这怎么办啊？没有观音锤泪，你的心结没有多大的事儿，这么多年也就这么过来了。放心吧，死不了，反正现在也挺好，既然能说服那个臭小子不再伤人，那这一切也都值得了。还算你有几分侠义心肠。你放心，我早当你是我的搭档了，你的心结就算寻遍天下奇药我也要帮你找到。至于你当不当我是这个搭档，本事还不在乎。哼，不认又能怎么办呢？反正也甩不掉你喽。啊，来，我跟你说啊，如今这个一品坟的洞口打开了，那肯定会有很多的贼子闯进来抢夺这些金银财宝。事不宜迟啊，你赶紧去上报。再说了，你现在应该是破第二个大案了吧？你别提了行吗？现在人都死光了，谁还能替我作证啊？你忘了，门口你刚才打的那个不是还活着吗？队友，